今天阴天，不过今天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汉吉还是不愿意去玩这个 cartridge， 我都把罐罐放在里面了，他还是不上当。然后我刚才摸汉吉摸了好久，我快要摸出另外一只汉吉了。你们看，整个沙发上都是毛，多到不行。又有一只汉吉，汉吉不要吃自己的毛呀！汉吉看我。然后我刚才试图想要看一下书。汉吉，你要去哪？啊，不要吃自己的毛啦！哦，这么可爱。我每次都坐在这个位置看电视，然后汉吉就会窝在旁边让我摸，我就这样一直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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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摸出了另外一只汉吉。你们看，都是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我刚健完身，然后我现在想要坐地吃，然后吃完之后我就要去 Shoppers Drug Mart 换我的点数。哎呀，我的那个大蒜发芽了，但是大蒜发芽也可以吃，所以没关系。哦耶！我要吃发芽的大蒜，应该把它们种成那个大蒜苗，这样我以后就可以不用去买大蒜了。做的是，洋葱、培根、蛋、拌牛油果，然后我会加个两颗蒜头，好了，比较香。要先切牛油果，因为牛油果不煮嘛。然后我每次都把那叫什么？培根切完才想起来 ，Oh no！ 我要切牛油果，洛梨、洋葱，我买的是小颗的，所以我要切一整颗。我觉得洋葱很香，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没有手边除了牛油果，牛油果也不算蔬菜，它是油，所以没有什么纤维，我就来放点洋葱吧。我上个礼拜已经瘦了1.5公斤了，可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瘦个2公斤左右。脸应该有比之前小很多了吧？很讨厌切洋葱跟大蒜，可是我好爱吃，因为切完手超臭。就是每天都健身，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健身，但是我最近就更加认真，就是会把跑步的速度调快一点。但是我不是跑步，我是去爬楼梯机，因为我不喜欢跑步，我觉得跑步，然后还有那个练腿的机器，我觉得跑步好无聊。爬楼梯我喜欢，可我不喜欢跑步。你们不觉得很有趣吗？两片，我煮菜很随性哦，我从来没有在算什么。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多饿，我就放多少，通常也不太加什么盐啊调味，就是因为培根本来就咸的，所以就不加味道。喝蛋，它打散了。基本上料都准备好了，牛油果、蛋、洋葱、培根丢下去，因为这样有油，等它稍微出油的时候就可以把洋葱也丢下去。减肥的时候绝对可以吃培根啊，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你怎么减肥的时候在吃培根，但减肥的时候可以吃培根啊。减肥不能吃的是蛋糕，你们误会培根了。培根可以吃啊，吃盘吃的是不是很疗愈？感觉已经开始出油了。洋葱跟大蒜，洋葱跟培根感觉已经是可以吃的概念了。耶，两颗，但我这是小颗的，所以不是很多。如果是大颗的，我就会吃半颗。它已经很熟了，所以随便挖一下出来了。去，喜欢吃酱啊什么的，可以自己再加一点，但是我只会加辣椒酱。我要加这个从墨西哥带回来的辣椒。家里有重背手的好处，就是想吃随时都可以去拔新鲜的。那我要吃啦，等一下再带你们去 Shoppers。5:06。我要去 Shoppers 了，妈咪去买东西啦！哈，你在家乖乖。对，我没有折棉被，哈哈哈。因为汉吉如果在床上，我就不想折了，因为一折它就掉下来了，我怕它打扰它睡觉。那我先走。我的140块，他们今天所有东西都没有打折，然后我可以换这些东西。
忘记带信用卡，也不是忘记带，我是故意不带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带我就会花钱，我就想要去换那个140块，就后来就是那个钱可以用点数换，可是那个税金要付信用卡，结果我又走回来了，超白痴。等太久了，我们决定要先开我才等了超久，这里也有蒸蛋、泡菜。This is the TV 驻瓦因白人的 Red Velvet。大家好。Beef? Is that beef? What? Yes, good. Thank you.就是我们刚刚点那个象和牛的牛肉，必须挪点位置来烤它。我感觉入口是不错。3.88呗。
它这个虾处理的蛮好的。我一般不吃虾，因为好懒得剥。可是它就是因为处理好了就可以直接吃。然后它的头也是，我男朋友一般不吃头，但也把它头吃了，好吃哦。那个牛杂吗？牛杂，鸡肉，要不要？只要我再点一样会吃不下。但凤爪不怎么占那个，不怎么占位啊。那本来你要点牛肉球的，对不对？牛肉球应该是吃不下的，但我觉得凤爪好吃。看起来好厉害的感觉，它有这骨髓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。可是你不喜欢这种面，对不对？还不错啊，可以试试看哦。热水。哦，给热水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倒咖啡？比较正宗的咖啡了。啊，我们有一下咖啡。哎，感觉这家不错哎，很好喝，不错。咖啡是倒的，还给了一壶热水，耶、兴奋，好喝。下雪了。大猪脚，这个是礼拜日才有的，养颜的。看起来好厉害哦，春卷吗？还是虾卷？然后这个不知道是好像是一个面包还是什么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像火腿肉的，他们的午餐肉吧，应该是他们的午餐肉。需要很多这种肉跟筋。它筋卤的蛮香的，你看这个好弹哦，它的皮是弹的。哦哟。这好好吃哦。超大。
要加点水，刚刚太浓了，还蛮好喝的耶，跟小时候喝的味道很像。然后还有这个饼里面有虾，我觉得可以拿来配咖啡。它里面有豆豉，然后脆脆的，甜的甜点。我们最近已经到那种不太记得我们昨天吃饭吃了什么了，我要开瓶酒来喝喝。哦，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？就是我每次只要喝了 whisky， 然后我隔天就会肚子一直胀气，是不是 whisky 那个纯度太高，所以导致于说 胃里面的那个益菌都被消化了，所以就无法好好的那个，所以我就哇超不舒服的，我吃了好多 Tums。 Tums 是这边的一个胃酸药吗？ Anyway， 反正我就是来喝个红酒好了，我觉得喝红酒比较不会觉得胃不舒服，还可以帮助消化。 Cheers 啊各位。啊，哎，这好喝耶，我喜欢喝 Carbonate。 我们今天去，你们知道那个有一间叫做 Payless 的鞋店吗？他们要关门倒店了，所以我就去，我男朋友就带我去买了鞋，然后他们还有卖一些有的没有的，你看这好可爱哦，我想要夹起来给你们看。就是他现在什么东西都半价，听说月底的时候会更便宜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家里附近有那个鞋店的话，可以去买买看。我最近已经受不了我的头发了，所以我决定要。然后我又看到很多那种 YouTuber 在戴这种，好可爱哦！现在韩国好像很流行这样子，所以我决定要来戴一个，好看吗？没有拿镜子。Amazon 上面评价非常好的面膜，但我还没用，因为我还没有去买那个没有农药的苹果醋。对，它要混1:1的苹果醋，然后听说什么，你脸上所有的脏东西，只要你敷了它之后，就会全部。被清出来，我觉得我超需要这个的，因为我最近都没出去做脸，我想说刚好生理期要走，然后可以敷这个。他们那边有卖袜子，还蛮可爱的，所以就一个有1、2、3、4、5双，刚好有五双，而且它就是对折嘛，所以7.99的话应该就是4块吧。为啥在抽奖，然后你可以，但我觉得没有很划算，因为它这个7条内裤才，他们本来就是有在做活动，7条是，7条好像是29块还是什么的吧。但是刚才买的时候买了5条，他是说买2条送3条，但是买2条送3条，1、2、3、4、5。也没有比较便宜啊，好像只便宜一点点而已，便宜个3块钱吧。好啦，也是钱，减肥的好伙伴。其实家里还有好多包，不知道为什么又买了一包。汉吉宝宝吃了这罐头，就是还蛮喜欢吃的，而且这罐头加水他们也吃，就是不会味道淡掉，然后这样一罐可以吃一个礼拜。汉吉上一罐上个礼拜吃到现在还在吃。就觉得这个，而且这是加拿大当地的品牌，我蛮推的。我们是在 Pat Value 买的，今天又买了10罐。帮汉吉买了一个什么 Green Bean Formula， 有豆子成分的罐头。就汉吉吃了就一直流眼泪，然后眼睛发炎。明明就是打折买的罐头，想要省钱，就还多花了差不多200块给汉吉看医生。200块就差不多6000块台币吧，哇塞，好贵！自己一个人住的话，我推荐你们买这个猫砂，超轻，就它看起来好像很重，可是它是轻的，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说提不动还是什么的。我觉得这个很棒，他们在打折嘛，然后就很便宜啊，所以就买了2双。
我觉得像这个粉红色的，我有很多粉红色衣服就可以配。像这个还有小厚底，因为我是小个儿，所以就穿这个很刚好。我觉得蛮青春，挺可爱。但这个他们已经没有六号了，所以我买的是六号半。粉红色这个呢，就它有六号，所以我就有拿到六号，挺开心的。我们今天买了五双鞋，又买了这个。你们觉得戴了他们的太阳眼镜感觉很傻，歪歪的。他们的太阳眼镜蛮像玩具，但是就是凹造型用吧，就是好玩的。因为不可能每天都戴同一副太阳眼镜拍照，所以就是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有趣的玩具太阳眼镜，我也会买回来戴一戴。最近我会去买一些什么。H&M 啊 ，Forever 21啊，还有 Topshop 啊，他们都有卖太阳眼镜，然后其实都蛮好看的，凹凹造型是可以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牙周病吃的，我的开箱剪刀间史上力，这个剪刀真的超方便，对不对？这么多阴天，好烦哦，好想要出太阳啊！我明天要去打肉毒杆菌，到时候再带你去看。这个哇，好大一包啊！说是有牙周病，吃很好。我这个汉吉可以吃非常非常久。